taken to BIM video calls. Calls are charged. 2015年，《三体》获得雨果奖，中国科幻迈出走向世界重要一步。2017年，中国科幻之都成都，四川省科协牵头发起申办世界科幻大会。2021年，成都击败法国尼斯、美国孟菲斯、加拿大温尼伯等城市，正式成为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举办地。为喜迎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创造良好氛围，促进全省青少年想象力和创新力提升，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、四川省作家协会联合开展首届四川省青少年科幻创作征集活动。奇思妙想的科幻小说和科幻作文，充满幻想的科幻绘画，脑洞大开的科幻创意，以及对未来与自然的思考，让点滴想象力与创新力都能找到生长的沃土，让充满想象力的银河星星在世界科幻大会的舞台绽放，成为未来创新发展的强大力量。迎世界科幻大会，促想象力提升。首届四川省青少年科幻创作征集活动，热情期待你的参与。登录天府科技云服务平台，详细了解征集信息。